暖暖咱们客，咱来故事伴侪。真卡囡仔用心话，咱来故事伴万代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日暖暖咱们客节目。住伫公务大楼，也是透天厝的现代人，真歹体会三合院门口埕的生活情调。即卖的人，一时无闲上班工作，暗时回来就关伫厝内，罕你有机会抬头看天星，佫较免讲要看火金菇伫咧空中闪闪烁。但是对较早的人来讲，这只是生活的日常，大汉以后煞变成上难忘的记忆。爷爷吃饱了饭，在稻埕上打拳讲古。那时星星亮了，变成萤火虫，荡啊荡的从神秘的夜空荡下来，悄悄地飘忽到我们身旁。厅堂灯光流泻在微温的稻埕上，我枕着席子，不久便呼噜呼噜地睡着了。阿公吃不饱，在田里打滚广告。那当阵天青光夜夜，变作火金菇夜夜飞，对身边的暗夜飘落来，点点飞来到阮的身躯边。厅里的灯啊火，也伫拉轮啊烧的田里。我摕伫树啊顶，无偌久就乌乌。困去呀！阿母，阿母，搁真够扎时间，我拄好困好尔，恁着到位啊。哦，阿母，你困到遮尔青草哦，后猪脚，后鸡，搁有虾，啊，搁有五柳鸡，有够澎湃呢。嘿啊，阿母，你放到遮尔青草，是搁有其他的人客呢？当然是，这拢恁阿公阿嬷较早爱食的菜啦。一年才做一次鸡，予因食较好诶，通好保庇恁遮诶时势，大家平安顺遂，大人趁家伙，囡仔够读册，对无？对。哈哈哈！秋平诶阿母年岁已经不止啊大，不过依然会伫伊诶阿公、阿嬷、甲阿爸做鸡诶时阵，煮一道甜甜诶菜。邀请祖公祖妈甲已经过往的红事回来享用，一点三支香向祖先报告后辈子孙的状况。大汉的林泉在公所，第二个秋平在大学做行政，细汉的明辉在学校教书。谁人在倒位在吃头路？谁人在倒位在读册？谁人要结婚啊？谁人要未交女朋友等等？请祖先都要保庇子孙啊，工作好好顺遂，也袂交女朋友的孙较紧有对象。算入去，搁再报告田里的情形。石湖迄块田，即阵啊咧种番薯，最近开袂少钱伫鱼池啊遐。迄块田乌水井，安尼种稻啊要引水较方便，田地较袂趴远变草啊埔。秋平阿母的脚踏夫无好，要爬楼梯，甲饭菜放去二楼的厅堂拜拜，是足吃力的。若是时间会拄好，
秋萍也会回去拜拜，一方面跟阿母斗三工，另外一方面也思念和感谢阿爸阿公还有阿嬷的拥有照顾的温情。那日阿嬷做鸡，秋萍全家伙啊带回来拜拜。暗时厝内真翕热，大家拢出来外面吹风，爷姨啊伫门口定坐。妈，你毋是讲庄卡的青比市内较济，阿嬷遮的青哪会遮少？系啊，拢无一闪一闪亮晶晶。秋萍搭头看天。天青有影加足少，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足济呢。哎，无多啦，即马空气污染伤严重啊。秋萍会记你细汉的时，天顶的青是白白白，暗时啊，凊彩抬头看对北边，就会当看到后斜形的北斗七星。如今人散去啊，天青嘛无去啊。不便使人感觉稀微冷清。你敢阁会记得你细汉的时，阿公阿妈还伫咧暗时啊门口定是我留着的。当然会记得啊，我会记得热人食饭饱，大家拢会搬椅啊椅料来门口定纳凉，听阿公阿妈讲故。秋萍的脑海中浮出伊细汉的时，三下面门口埕闹热的情景。细汉的时，秋萍的阿公常常烫木梯，坐伫梯椅顶面。因为这时伫赤炎炎的日头下，辛苦咧田林做事，目晒到乌飕飕的翻金。阿嬷是坐伫椅仔顶，甲阿公同款，拿芭蕉做为盔衔的风。囡仔人就摕伫椅条顶悬，看天顶的星咧对因目睭擦擦面。阿嬷甲因讲。阿孙诶，恁敢知影天顶诶每一粒星拢有带一个神仙哦？真诶哦？因不时吼，拢会对天顶落来咱凡间哦。落来凡间创啥物？哎哟，啊，都来试探咱人诶心肝好也毋好啊！秋萍也过会记起阿嬷捌甲因讲过一个乞食的故事。古早古早，有一个老乞食，有一天，伊来到一户好野人家讨食。有粮啊，头家话，大姨听阿汤的。听阿阿他阿安掉阿古那，怕爱命的人呢？喂，臭乞丐！头家啊，好心的啦，啊，分一嘴啊饭来煮鸡的啦，我已经三天无食饭啊，臭头烂耳的乞丐。爱点只电炉头啦，阮只无咧互人分啦，紧走紧走。唔系安尼啦，我吼已经三天无食，你看我安尼吼，头壳晕晕，目睭蒙蒙，乖啊，三日哭哭肿，
你若唔分一寡物件我食，我连咪就爱去欠落王。你搁三顿无食嘛，甲我无共地带，冤冤月计要转来啊！你搁唔走，我就举扫帚甲你吼。我走。唉。这个乞丐好好给人道歉垃圾，甲赶走。伊又搁行来到一间破草厝啊头前讨食。今嘛，好心的啦，我吼三天无食物件。巴肚枵到乌暗暝啊！拜托你，好心你啦，予我一嘴仔饭食咧。唉，阿伯啊，你正济岁啊，还阁出来咧甲人分，实在有影可怜哦。只不过阮家嘛正散赤，无啥物物件通好招待。你若无气嫌哦。这是阮全家伙啊，暗顿要食的菜脯欠卖啦！啊，我卡一碗给你啦！感恩感恩哦！想袂到哦，这家伙啊，虽讲这么善，还阁这好心哦，愿意甲全家伙的暗顿分一寡给我，这么有量。阁遐尼善良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原来哦，这个又阁老又阁善又阁臭的老乞丐，是住伫天星的神仙假扮呢。伊受到这户善家人到感动，就变出足济黄金来回报因的善心。这个故事在秋萍的心内定根，伊总是想讲，以后若有机会拄到乞丐老阿伯，绝对袂嫌伊垃圾，并且会予伊五角银，因为凡事是神仙假扮来试探伊的。伊当然是一个好心的囡仔，嘛就希望会当得到神仙的回报。我阁会记哩，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嘛有甲我讲过一个七色的故事。七色的故事，暗着牛郎织女的故事。是牛郎织女的故事无唔对哦，但是甲一般传说的无同款哦。哦，安怎无同？有一摆，阮阿嬷以手机天顶甲阮讲，恁看。一撮一点一点白白雾雾的，就是银河，有看到无？有吼，河的倒手边迄粒金金的星，就是织女。织女，有看到？有呢，有看到呢。过来，看河的正手边，有一粒金金的星。边啊，阁有两粒较细粒的星，有无？有。阿嬷甲恁讲，嘿哦，就是牛郎甲两个囡仔，变啊七月初七这暝哦，乞巧就会用石鼓搭一条鹊桥，互织女甲牛郎相会。恁看，下昏暗要相会啊哦，足浪漫的呢。桥桥搭伫倒位？怣囡仔嘞，当然嘛是搭伫银河顶悬啦。不过叫魂炸掉嘞，因为因是神仙，袂当予咱凡人看到啊。莫怪拢无看到。敢若咧滴雨呢？啊，对啦，七月初七
是七娘妈的生日。七娘妈生日天通常都会落雨，为什么？因为哦，日女甲牛郎足无简单，一年一度相会啊。也毋过牛郎真贫惰，伊甲囡仔食一冬的碗盘拢无洗，哎哟！所以相会了后，日女规暝拢一直咧洗牛郎爸仔囝，即个几年烫天的碗盘，唉，可怜哦，哪洗哪流目屎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一路就可怜呢。哈哈，恁阿妈讲的牛郎织女，甲人真正无同呢。这特别的对无？这款的七夕故事真特别，甲秋萍后来对电视顶听到的浪漫爱情故事真无相同。我感觉阮阿嬷讲的七夕故事足趣味，嘛真有凡间的味，所以我印象足深的。是啥物？敢是萤火虫？敢若是哦。是火金菇吼，阿母。火金菇对啦，即阵啊暗时拢有看咧飞。小珍、红贤，萤火虫的单语叫做火金菇。火金菇。对，赶紧来火金菇。最好心来接了，塞巴好叮叮了，好听好听。恁细汉的时嘛真牛呢，摕伫下下椅条顶面困规暝，拢袂摔落来，有够厉害。对啊，细汉的时摕伫椅条顶悬看天星。那听阿公讲过，那你想天星是生做啥物款？遐个星星是伫顶面伫咧创啥物？感觉有够神秘个呢。结果那听那想，定定不知不觉就眠去啊。天堂红红个电火照伫顶斗，有一两只火金菇，细嘞细嘞，慢慢啊对空中飞落来。门口顶的风越吹越凉，秋萍目睭开开，在脑海中回想细汉的时阵所做的迄个飞行船的梦。梦中，秋萍坐一只飞行船在天顶飞，迄当时天变作橄榄色的。飞行船在温顺的红霞当中飞来飞去，感觉恬静又个祥和。秋萍对飞行船顶面探头看对下面，在三合院甲门口顶的众人嘛是彩色的。迄、那个景象一直藏在秋萍的心肝底，便能想起青春时代，也是思念过往的长辈时段，感慨时间走哪飞时，这个梦都会跳出来。让他心内感觉酸酸又个甜甜。秋萍擘开目睭，耳腔边传来招魂的喘气声。原来阿母、俊明甲两个囡仔嘛，摕伫椅顶眠去啊。有够神奇的，大家拢困去啊！在这个热人的尾站，
秋萍又一次感受到三合院神秘的天星跟门口顶烧炉的情景，她雄雄不忙时间可以在这一刻坚强跟幸福永远留在这。今天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天星广告困稻埕》是由桂水霞原作，罗江书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清，台语版叶怡欣，剧中的人物和声音演员阿母陈雅芬演出，秋萍王雅玲演出，俊明阮俊嘉演出，小珍阮时玲演出，风行单艺如演出，阿嬷林秋霞演出，细汉的秋萍阮彩妍演出，明传苏信虎演出，故事里面的乞丐林水君演出，管家张志宏演出，姐妈陈美芬演出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在门口，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一句一句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里面有五十几张画了很漂亮又很可爱的图，也有文字来描写作者在孩子时代住在庄卡的故事和心情。空中好朋友若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就咱在门口电台的网站，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稿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来每一届会抽出八个至十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能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就咱咱门客电台的网站来写文稿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那是记不起来，买单 Google 搜寻咱们客电台，赶快来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嘞，真冷酸，水牛吃草，笋残花。乌树娘我来作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。咪咧哆，咪咧哆，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。暗灯吃把影深深，五秋三个红的烟，金石卡月娘村下顶，咪咧哆，咪咧哆，咱台湾。